现在这里是丰原的丰原大道巷子里面啊，巷子里面我们要今天要买工业地啊，工业地174坪，啊，总地坪174坪，但是它不全是工业地，它有47坪的建地啊，那这个是都基内的啊，都基内的工业地加建地啊，47坪建地，那127坪的工业地。127坪工业地，所以是总共是174坪，47坪的建地，哇，这好难背，这个坪数搞混了。好，那反正就是这一块啦，就是这一块，它算是比较类似长方形的，但是它没有，没有说很正，没有说很正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加我们的 LINE， 我再传地基图给你们。他是临这一条路，但是他又不临这一条路，因为他这边还有一块工业地哈，从这边切过去，从这样子切过去，所以临他是临这边的路，不临这里的路。好，那我们来看。就我们家既然是临这条，我们就从这边进去，这边大车可以进得去，这样子直接弯，也没有很弯啊，就直接就进去了。这个弯我要照一下。反正这个还好啦，这个大车是可以直接进来。这是绝对 OK 的啦。对啊。OK， 好。就这样直接。好啦，进去是可以的。那弯没有很弯，那旁边有一些农地。就是这围墙里面，这一块，照相里面，174坪，那没有空拍机，所以地形看不太清楚，反正就是174坪，还算很完整的一块地，这样子，还蛮完整的，不会不好规划，那这边周围就是农地，都基内的农地，这都是都基内的农地。以后有可能会都更的，那我们远远看到那个大楼就是都会假期大楼，圆环北路，丰原圆环北路的都会假期的那一栋大楼，红色那一栋，对，橘红色、粉红色那一栋，上面白白的，好，它这边有一些零星的工业地，我们这一块就是零星工业地，所以会有一些工厂，会有一些工厂，然后跟农地混在一起，好，那大概这样。我们这个是深度很深，面宽很宽，面宽还蛮宽的，174坪其实很大，它不难规划。大概到哪边？到哪边？到这边，这边整片，这样子。OK， 那以间接为准，因为。这边没有间接的痕迹，所以其实我不是很肯定范围，这个很明确的范围，我是要等到有间接的时候才能够知道的。反正我们给你的权状坪数就是174坪，不会少，那就是零路，然后这个几乎都是坝地，没有什么陆地尺寸的问题，所以很好利用，一坪25万。以工业地来讲算是便宜的，工业地和建地来讲算是便宜的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刚介绍了好多30-40万的建地，好啊，那有兴趣的话，赶快来找我再看议价这样子，如果希望你会有兴趣，然后哎，没有，这个总共总价4000多万，你也可以选择一间农地厂房，或者是自己买一个工业地来盖，这样子，好，大概是这样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